唱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个，你整多昏呐你啊！什么磨磨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大哥让我唱的吗？那唱唱啊！大哥，我给嫂子来一段，给大家助助兴。你整一段？整一段，整，行不行？好，当乡马。小鬼子一个也不放过，穷苦的百姓们要吃又要喝呀！啊啊啊！好了，好，好，谁先吃？来，喝酒，喝酒！哎呀，你不爱说话，我不怪你。这样吧，来，你站起来。敬我二兄弟一碗酒，好不？站起来呀！嫂子，山上有了你，是我大哥的福气。我们兄弟呢，也觉着心里暖乎乎的。我代表兄弟们，敬你一碗。好，二兄弟说的好，这样呢，咱们龙凤山这个家呀，也就完整了。从今往后呢，弟兄们想吃啥喝啥啊，你们就尽管来找你嫂子，叫你嫂子亲自给做，怎么样？好，二丫，你说行不？哈哈，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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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坐。来，走，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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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，毛巾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？你整天就知道唱京剧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着急上火吗？哎呀，脾气见长啊，敢教训起老子来了。放下你的臭架子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是不好好干，我撤了你的职。哼，这家，行，你厉害。谁敢惹你呀、啊？你是日本人的狗，不是，我说你跟日本人挺够意思。行，有能耐把我撤了，啊？不，撤了。你厉害。姐夫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按道理说，你们东北军总不能天天在家扯闲天吧？谁在家扯闲篇儿啊？啊，有事儿你快说。前一阵子，土匪抄咱家大院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这不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昨天又死了两个日本兵和一个唱二人转的，据说也是山上的一伙土匪干的。至于和抄袭咱家大院的，是不是同一伙人？我就不清楚了。他妈的，这竟敢欺负到老子头上来！剿匪，老子要剿匪！还有，一定要把这伙人查清楚。他日本人哪里知道，现在山上柳子多了，那可难查。那也得查，这是尾田大佐的命令。行，查吧。何家，有。集合队伍，跟我剿匪去，现在就去。剿匪。是。
姐夫，这才像个团长吗？对，干点正事儿。刘龙，过来。不是，我怎么看你们怎么不顺眼？去，把底下那撮毛刮了。干的啥？刮了去，不怕挨黑枪啊？快去！熊样子！你身手咋恁好呢？以后有时间教两手呗。行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教你们可以，你们自己也得练。那个，光说不练，知道吧？啊，哎，哎，大当家的，休息好了。二亮子啊，就他妈听你在这瞎咧咧了啊！你这没事不能跟二当家的多学学，学点真本事行不行？哎。你这嘚瑟啥呢？你在这儿，我说兄弟，哎，大哥，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你打死那两个小鬼子，会不会给咱们山上带来什么麻烦？大哥，您放心吧，别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就是真有事儿，兄弟我扛着。兄弟，以后啊，咱们最好是少惹那些日本人。我也看出来了，现在这日本人的势力大呀，咱惹不起他，知道不？大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惹他们了吗？啊，你瞧瞧那帮小鬼子，在咱们这块土地上想杀就杀，想打就打，你说？行了。为这事儿，我昨天晚上一夜我都没睡好。行了，我先回去睡一觉，啊。大当家的，二当家的，山下看了很多黄巾军，好像是冲着咱们来的。不可能啊，这黄巾军我从来没惹过他们，他怎么能冲我们来呢？你说是不是，兄弟？大哥，不行。我带几个兄弟去山下看一看。好，去吧。哎，我说兄弟啊，你呀，千万要记住，千万别动火，听见没有？大哥，我记住了。
应天机，谁呀谁来陪呀？哎哎呀！因为本日定不安好，安你。团座，打土匪可都是悄悄的打，你这可着嗓子唱，要小心呐。哼，你懂个屁！我就是让他们听见。哎，我就是先把他的气势压倒，让他们知道我。邓某人，哎，这个作战方法，让他们看见我邓殿云，就像看见嘛三国里的这周瑜，哎，啊不对，那周瑜让诸葛亮去气死了，让他们看见我，就像看见三国里的关羽，哎对，关老爷，哎那家伙谁见谁磕头嘛，曹操都让他三分，那是。这山上土匪倒是挺多的，咱们到底是剿哪股土匪、啊？这他妈谁知道啊？就怨我那老丈眼子，你说缺心眼儿不得啊？让人抢了，这就知道哭，他也不问是哪个山头的，他不知道哪个山头，咱们怎么剿啊？哎呀，这不管那个，走马六山，先把气势造足，啊，让他们知道我邓某所向披哈披。团总，我大衣没带，披靡。团总，你真有才，好好学吧啊，跟我能长点见识。啊，是。一，报，咋回事？报告科长，咋回事？科长，前边三里处发现土匪，多少人？有十来个人，一手快枪啊！快个屁！张连长，到。命令弟兄们，一队占领左边山包，抢占制高点；二队埋伏右边树林；三队就地给我散开，全拿下，一个也不许跑掉。是，散开，全开，过去各位。啊啊啊啊你看我们是不是也找个位置？着什么急呀？我可听说了，这会儿土匪枪法准，管直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总是长他人志气，灭我的威风。是，我管他们管直管弯啊，就是直，我也给他撅弯了。拿酒来，王总。等下回得多灌点。是。
小样，果然是黄协军，真是已经散兵游勇。二当家的，看样人来了不老少啊。二当家的，看来他们不像冲咱们来的，你看看都停下了。二当家的，你看他们都猫那儿了。兄弟们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开枪。哎，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怎么没有动静啊？啊？动静？啥动静？我们是来打土匪的，我们不开枪，当然没有动静了。对呀，不，刚才谁说见着土匪了？啊？报告团长，是我。不是，你是看走眼了你？害得老子等这么半天，你说？我这回去关他紧闭。是，我没看错，我还看他们拿着枪。别说了，下去。没用的玩意儿，团长，要不咱们继续前进？对，走。哈哈，怎么样？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全让我给镇住了吧？啊，是啊。你们看谁来了？没事，团长亲自带队。团座，这，这，团座，怎么了？觉得不太对劲儿？什么？没发现吗？太静了，再这么走我们会迷路的。有啥不对劲儿的呀？太静了，它不正常。团座，我跟你说，这大冷天他再出来干啥？搁家睡大觉吧。这，这，别上，这，这。用不用再搬几个兄弟？根本用不着。等他们过去，我们再打。打他后腰眼。对，咱就打他个肾亏。那把肾打完呢？掀他脑瓜盖子。这不废话吗？注意警戒。靠近一点，咱们再打。可以开枪，但不许伤人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，他们又不是小鬼子。要真是小鬼子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。兄弟们，咱们先从哪个开始？先打那个大盖帽。哎，对，二当家那儿不有个年轻的吗？先揍他。大盖帽。对。哎，帽子！哎，打中了。二当家的，你有心！站上的，你们是哪一个山头的？你们没种，打老子黑枪，有种子明着对阵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这个当官的还转悠呢啊，真不怕死！二尿子，朝他们喊话。好嘞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老子是东北，啊，就那个军的。我管你是什么军呢？你是中国人吗？废话，不是中国人还他妈小鬼子？你要是有良心，就留着子弹打小鬼子。
别跟自己兄弟逞强。这废话，你们算什么自家弟兄啊？纯粹是乌合之众，你们赶快下山受死。老小子，给他整点荤的。好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有三只眼。哎呀呀，你真让老子弟兄受伤了啊。团长，还好是酒壶啊。这下知道什么是官职了吧？知道什么是官职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想打你的左眼，就不会打你的右眼。他就不打你右眼。你们赶快麻溜的回家吧。滚犊子吧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们到底是土匪还是抗日义勇军呢？那你就当我是义勇军吧。给他扔手榴弹，往远处扔啊，给他们震懵了就行，别伤人。好了，给你来点大炖菜。大炖菜呀。都吓跑了吧？这下跑的一溜烟啊！这可快呀！兄弟们，你说他们还敢来吗？吓死他们也不敢来啊！走，回山砸酒去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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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
小鬼子，你们他妈太狠了！这回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再抢我的家，给我轰，把整个山头都给我轰平为止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咋的了？小鬼子占山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家的，本来的二当家的把那个黄巾军的赶跑了，小鬼子又上了战山来了。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早就跟双龙说不要去惹那些小鬼子，他非惹。怎么样？惹出事了是吧？啊，找上门来了。大当家的，那二当家的怎么办？二当家的他自己会想办法的，以后。甭管这事啊，大当家的，咱是躲一躲吧。躲？往哪躲？这是我的风水宝地，往哪躲？回来，你不想活了？大当家的，走吧。哥几个，你们在这儿给我看好家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二当家。走，走。赶紧上山通知大当家的和嫂子向后山转移，万一小鬼子摸清咱的老窝，那就全完了。快去！那二当家咋办？我来照顾二当家的，没事，你快去吧。二当家的，我走了。二当家的，我走了。二尿子，你尿的什么呢？你快走啊！快走！坐地炮！哎，照顾好二当家的。嗯，二亮子，你注意点啊！哎，快去快回，路上小心点儿。
我们拉练队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。双龙兄弟啊，你都把我吓坏了。你是当时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你现在不还活着吗？我是活着，可活着有什么用呢？他们死得太惨了，手里握着枪却没有用上，就被小鬼子活活的炸死。我有枪，可我没有子弹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，却救不了他们。小鬼子，这帮混蛋呢！后来，我回到了古山屯，鬼子没有抓到我，他们把三叔和村里的喜子给杀害了。小鬼子，这帮王八犊子！他们把三叔活活的给吊死。双龙兄弟，别说了，你的仇就是我们兄弟的仇。今天小鬼子炸了我们的山，明天咱们就和他干到底。我们兄弟们都听你的，跟定你了。这是我个人的事儿，我不想连累大家。什么连累大家？今天小鬼子炸死了我们两个兄弟，这些伤病院都是他们干的，兄弟们的血不能白流。对，二当家的，我们跟小鬼子势不两立。对，从现在开始，老子就是小鬼子的死对头。二当家的，你说怎么干？我们兄弟跟定你了。谢谢兄弟们对我的信任，我是打心眼里感激。可毕竟是大当家的收留了我，这山上还是大当家的说了算。二尿子还没回来吗？还没回来，我估计他是没找到。二当家的，你别太闹心了，大当家里他不会有事儿。这里太冷了，我怕这些受伤的兄弟们受不了，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把他们安顿下来。二当家的，我看还是再等一等吧，等二尿子回来就好了。解放，这仗打得真痛快。咱们的双簧唱得不错嘛。嗯，何副官，给我倒杯茶水。哎呀，打得挺过瘾是吧？那是，把这帮土匪的士气彻底打没了。你炸死了不少人吧？那还能不死？他们土匪不是管职吗？在咱们小高胖面前，我看他怎么管事。你下手挺狠，我咋看你咋像日本人？我本来就是日本人呢，我都入了日本国籍了。那我就成了汉奸的姐夫了。杰夫，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呢？难听的还在后头。你小子简直没有一点中国味儿。你的胳膊肘可别总往外拐。是你胳膊肘往外拐。你以为你真是日本人生的啊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他抢了我的老子。可他们没杀人。他们杀了两个日本人。我是说他没杀中国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中国人？他们整天打家劫舍的无恶不作，你倒是可怜起他们来了。
还有，刚才你的弟兄不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吗？那他也没伤着我一个弟兄，那也不能自相残杀。什么叫自相残杀？你跟我这才叫自相残杀。我可是你小舅子，我倒成了自相残杀来了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这叫姑息迁就。你给我滚！你忘了吧？你忘了你是中国人？滚！好，我走。不过你可记着，有一天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，可别怪我小弟不罩着你。你给我滚！是小姐，轻一点儿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哎呀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哎，对，来，我来看看。嗯，日本人，走开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是不会让日本人碰我的，我宁可让我的腿断掉，我也不让他碰。你不能你不能这样，这可是刚包扎好的。你呀，他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日本人，他是个医生，他善良，他友好，我不管，只要是日本人，他就不能碰我。你现在是病人，与我是哪国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先冷静冷静。把胳膊给我。哎呀，你先冷静一下。这样吧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严芳，你呢？我叫刘小梅。啊，是武常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哈尔滨人。那是来串门子的。我是来投靠舅舅的。那要不要帮你转告一下，你在这块儿？不要，不想回舅舅家了。我的表哥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他们也不管。我不想回去。那你的家人呢？家人，我的家人都被日本人给害死了，我没有家人了。你别哭，那你打算
以后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打算联合华兵就给我父母报仇，可是我不争气，不小心把腿给弄伤了，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父母报仇呀？我，哎，你冷静冷静。可是华兵和复仇有什么关系？永生。